经兴趣太多。真好看。是啊，特别好看。柠檬，我们在一起吧。这句话藏在我心里很久了，我一直都忘不了那一天。你不顾一切的回来帮我，那时候我特别感动。当时我就想跟你表明心意，但我也知道那不是好时机。如果那时候你是需要靠爱情来拯救，我想我可能就不会再喜欢你了。你得靠自己站起来。事实证明也做到了，现在的你比以前的你更招人喜欢。所以你是答应了？话是怎么说，但是我还是想听你认真的跟我说一次。柠檬，你，我，我想做老宁的女婿。问这个问题真蠢，以后不要问我这种问题。感谢自己一直耐心等待，没想过放弃。爱的谜终于等到解开的时机，感谢你让我接受了漫长的假期，带着满格。他们非得看我没拦住，我就说别急吧，露馅了吧。我们看夜景了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天气啊，就不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到底有没有素质？啊，陆总，你们亲你们呢，不耽误不耽误。继续，不耽误啊。那个，陆总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咱们撤吧。陆总，你再酝酿酝酿。那行，算了，走。站住！终于可以说出那句我爱你，从心动序曲到心动的进行曲，太多太多不可思议。终于可以听见那句我爱你，